錯咗咯。不如俾同學睇下，幫唔幫到手？大家你哋話啦，條題目係咪真係出錯咗？有計，利用科學嘅折射原理，記得咯。嚇？科學同數學邊有關係啊？睇我表演啦！用一隻裝我水嘅杯擺喺問題嘅前邊，之後慢慢加水。咦，條數真係出咗嚟，冇出錯喎！哇，科學真係好神奇啊！呢一條數嘅謎底終於解開咗啦！想知道更多嘅折射原理，就問科學老師啦。嗯，左左右右，科學喺呢度。